我觉得我可能要去房间躺平了。嗯，去吧。哎，来啦，冷酷的男人。你很容易打退堂鼓，我心里还想，这样不好。你说我们吗？我会认为，你们为什么每天都要搭着车去追他？你们是来骑行的，还是来搭车的呢？其实头两天也不会感觉搭车不对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就是能感觉到搭车可能比老徐来的容易，但是跟老徐再次骑行的时候，又会觉得啊，我们搭车好像错过了很多的瞬间。反正各做各的，别让别人代替你，你自己做自己，因为你本身是自己，为什么让别人，是吧，来左右你？自己做自己，自己想好了就去做，是吧？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是为了赚钱，我现在是愿意追求精神上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活到现在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任吧。